哎呦天哪，我这个头发，我的刘海有自己的想法。Hello， 大家好，我是蜜子君。今天我要吃的呢，就是大猪蹄子拉面。我煮的是出前一丁的这两个味道，依旧是把两个味道混合在一起的。这边呢是辣的猪骨汤风味，这个是北海道味噌猪骨汤风味。这边呢就是两颗猪蹄，那个肘子的跟我在图片上肯定完全不一样。图片上看着它就是有皮有脂肪的，跟我们在宴席里面吃的那个大猪蹄子一模一样，但是呢我感觉它全是一头熟的。然后出前一丁这种包装的面就是生干面，两人份，分别有两小撮面，我这个就是四人份的面。生面虽然要用煮的，吃起来没有泡面方便，但这个美味指数直线上升，那个骚美，你们猜都猜不到，我得拿着麦哩。这个烧麦蘸蘸这个卤汁，一边来一个。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烧麦要加一点胡椒粉吗？因为我在武汉吃的那个烧麦，哇，简直绝了，每一家都很好吃，尤其是那个脆脆的烧饼包上软唧唧的烧麦。先啃一个猪蹄儿，这个猪蹄儿我喜欢。白羊过去了，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欢白羊的，让白羊多在我们的身边。看我自己的视频，我觉得白羊在后面就拿着屏幕，我自己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全程笑。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会过度的去解读我身后的小白羊，所以以后白羊就随缘吧，我也。我这个烧麦呢是在全家买的，但是全家单独的一个烧麦好像卖的是3块还是2块，我买的是一大袋10个装，一共22块。不知道是最近疫情的原因，还是他一直都有卖，因为我原来没有发现他。他是在冷冻饺子这里的烧麦袋装的，还有各种包子，优秀，放在这里面，因为刚才吃起来有点太黏了。这个肘子这肘子肉太瘦了，就这个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口感的，而且味道的话就像我们开袋即食的那些卤制品，放在一起热一下，做一个终极版的。哇哦，这个肘子哇哦，有了这种日式味噌汤的浸入感觉，好像在吃叉烧。享受美滋滋，瞬间就是要这么吃啊！当然我指的不是这个量哈啊，说着量，真的各大网络营销号的朋友们，就你们对蜜子君的介绍能不能稍微的更新一下呢？真的是千篇一律的介绍呀，就是网红运营、网红介绍、网红打造、网红商机、网红营销，反正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反正我收到很多艾特我的，在这里拜托请求大家能不能更新一下。大王蜜子君原名张鱼蜜，重庆合川人，原淘宝模特，因身材出众胃口大而出名。我什么时候自己说了我身材出众？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是因胃口大然后大家认识我，但我也很庆幸的是现在认可我的大家还是因为我是蜜子君。因为最近一两年在内容上其实都有在去做一些努力，我也相信现在喜欢我的看视频的你应该还是因为我是蜜子君所以喜欢关注我们的美食视频，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碗是放在镜头下的，所以显得大，它其实上是平底锅很小。我这碗有多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之前那个图全网不都传疯了吗？肘子跟猪蹄比起来，我更推荐大家买猪蹄。
这几个：红烧肉、东坡肉、把子肉、炒渣肉、樱桃肉，你们更喜欢吃哪个肉？有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诺基基没有？日本是不是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拉面？好想把日本的拉面都吃一遍啊！你们觉得日本拉面最好吃、最有代表性的，一般是在哪个城市？到大阪的话，那当然是要吃章鱼烧啦。为什么我知道吗？看我这么花痴的笑。魔王医院版的恶作剧之吻，将恋爱进行到底。佐藤健啊，佐藤健，你们知道吗？佐藤健他居然是白羊座，哎呦，我当时我看着，我天哪，我身为白羊座的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感觉太有魅力了，真的太有魅力了。我觉得日本好多男明星都是越老越有感觉，越老越有魅力，越老越有味道。八嘎。真的，他们在大阪同一个酒店大床房上，就最后去亲女主的那一刻，哇，天天，就看得我。哇，佐藤健真的是演啥像啥，而且我觉得他本人的头绝对很小很小很小，就是穿上衣服显瘦，脱下嗯。就身材真的很棒，很硬朗。然后女主我也看了资料，98年的，所以现在98年的各位好好加油哦。我今天这两个卤味都是属于以咸为主的，然后没有其他的味道，就卤菜的味道。猪蹄除了刺身怎么吃都好吃，你们能说出猪肉不好吃的一种吃法吗？要在火力范围里哈，真的就没有。いただきます，乾杯。其实天上星星的声音很好听，也很吸引我。现在真的是满脑子都是他。好了，今天我们的日式拉面就到这里了，相信你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吃这一期了吧。爱生活爱蜜子，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蜜子英文新公众号大王蜜子，跟我一起在一个快乐的生活吧。